从身形对比上有绝对的区别。哎，双方肯定都是各自要把自己的试图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。咱们来看看相互的遏制是怎么样的。看一下刘全强攻篮下，很可惜啊。从这一球你能看到咱们控卫高金伟的处理球能力，对，机会的捕捉视野非常好，很快的吧。李洪全强攻篮下，嚯，漂亮，自投自抢，身体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，就是来打李洪全这一点，本身的抛投没有，再起，好球，漂亮，高举高打。后来换上来的球员，今天的首发是吧？也是他们常规首发，也是他们今天也是今年赛季里常规的首发阵容。所以比较快的时候就很容易有空点。对，好，两发全中，打一下，好球。但是现在我们改换了控卫，改换了一个发动球，漂亮！看一下李洪全，好球！抢断之后的双手暴扣，这球看看能不能给篮板青春这边带来更多的气势啊！李洪全正面拿球，强攻，好球！确实有能力、啊，李洪全这么打，对方。还是在低位拉开，不加低转身造成犯规，詹姆斯到低位，李洪全一打三啊，漂亮，强硬啊，对，上一个投手要位强起，漂亮，进球了，准备一打一，正面一打一，正面一打一，不好加低，好球，好球，好传，漂亮，李洪全转身抛投，好球，太难了，一打二，李伟很深的位置，漂亮，回防到位，这球断下来了，扣篮的机会，漂亮，李洪全这场比赛完成了个人第二个扣篮，好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的篮板青春是80-70，10分的优势，在客场击败了能代工业，恭喜这些年轻人啊，他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大考。